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，保护忠良。全军出击！SKT Kobe， 好 ID。他会打这么低血，肯定不会沉，走出来就好了。跟他交闪，不交是对的，交了也要死，再抓不下来。他拿啥眼？没见过这种打法。你敢违抗我的意志？今天他见识到了。接两局去跟他打，别让他升三，他升三有位移，看他有没来偷野先，没偷直接进野区。就在今天，开扫描，我们多两把长剑的，吃他孤立也不怕，这三狼。天青小，这谁 battle 的？我操，鳄鱼过来了！我就说他怎么敢跟我打，原来是叫人了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他这不要往下走了，差一刀就给他收了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那这会应该再打 F 六，打完待会可能会河道看到他，先抓不下来。哎，也可能毙了，他刚才没血。这把换个打法玩一下，来个新石。这边中野爆发比较高啊。很难去下了。
敢违抗我的意志。奸邪，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些更强的敌人，你们放个眼，待会儿螳螂打红能看到他。兄弟姐妹们，他估计这会儿在打潮虫呢。找个小法了，别怕啊，把他E骗出来，把他升六了，他不能在上半区啊，他能在上，他应该在下半区。E来一个E，这个人他不会E在哪里。这科比的演技不太行啊，击垮敌军，我们打野可能也在战斗之心，阿米拉呢，看到了，我们打野在后面的，你说啊，六维和他拿前手跟他跳，他不跳就死了，他应该是跳过的，他跟他杀我们 EZ 应该是把 E 给了。换一套打法试一下，对面这把脆皮多，但是爆发都很高啊。刚好我们这套打法可以秒脆皮，但是又能顶住伤害，容错率比较高一点，试一下。就是秒对面的同时，自己还不会死。搞啊！可是我们多个钟应该是不会的。
打了吧，两个盾，三个盾，看到没有，这威力体现出来了啊。哎呀，这就是高爆发的同时还高轮挫，打脆皮又疼这一套，轮挫的又拉满。夺血，蓝秒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个钱的话跟他出亵渎就直接死了。主要是我点了这个灵性猎手加星界洞悉啊，这个盾的话待会四秒一个，焚天也是四秒一个。感觉这个伤害打脆皮跟直接出亵渎没什么太大区别，差不多，感觉不太出来，在一件套的时候。但是这容错率拉满了，关键是还便宜。看来再上这会儿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到呢，大力已经没状态了呀。就有点急了，他妈六级乌鸦你还敢追我是吧？这不螳螂有可能来上，这杰斯半血蹲一下了，等一下这兵没了可能他就跳出来了，还不来，还不来，应该是不会来。你还有脾气是不是？无伤换血，他这波有红怒在，可以破盾。我就在那边，我就不走，我今天就看你吃不吃线、啊。其实这个血量我有机会能秒他，但是秒不到我就死。主要是他是铁板鞋有大在，也是理论上蹲的时间够久，他就不会觉得我在的。然后走到这个位置，补伤害啊！应该能杀吧？可惜第一个 EQ 伤还没打到他。不然应该是能杀他的，但节奏有点断了。每次抓上就特别容易断节奏，打这种战士英雄。
你再把坟田买了，第三件可以补这个聚酒。兄弟姐妹们，尽量多买有技能的装备啊，不管主动还是被动。我怎么这两天老是有时候意会给不出来呢？我刚才站在这边其实不是 Q 他，我是 EQ 他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E 没出来，就怪得很。可能这个键盘有点老化了，有点识别不了。先把这红蛋给他消下来。他攒一层小点心来。这鳄鱼没魔抗，阿里打的还是很痛的呀。看看有这个小点心可以了。其实可以考虑待会先把鳄鱼秒，不然我身上这么多盾全给他破了。但是我们一个人伤害肯定不够，队友稍微补个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德玛西亚永世长存。找些更强的敌人。这下伤害够了，阿里打他贼痛。刚才还看他满血瞬间残血，这版本阿里 Q 中伤害是很高的，加上残意减下抗性，这版本阿里两段 Q 全中的话，直接 1.0 加成，还是 AOE。为了父王，小法没有时光呢，
感觉这套打这种高爆发的脆皮真好用啊，打对面贼痛的同时，对面打你还不痛，回血又加盾，高攻击力，还价格也不贵呀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只能说战士装还是有点厉害的，可以开始补点魔抗了，感觉稍微来那么一点点绿甲是最好的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。应该在打蛤蟆，找一下。这波 Q 还没打到他，看到没有？想要穿甲，你怎么不说破镜者加双抗呢？你以为这神话版本啥都有是吧？哇，这血舒服的一，拉下，打不了这波。再拉下，再拉下。怎么觉得你能杀我的？我瞬间血回血加护盾就多了半管血了。看我是半血，其实我是满血；看我是失血，其实我是半血。看我是满血，这就是我是两管血。他那个孤立打我血都没掉，看到没有？你们刚才。W300，金石也300，再来个焚天回血，我直接多1000。那绿甲再加成一下，待会儿将近2000了。最后进来个什么呢？还可以再来个血手啊，加韧性，加护盾，加伤害，完美。主要这个血手也给攻击力啊，攻击力又能提升心石，还有 W 的盾 ，W 也有 AD 加成的。永世长存。一个人 AD 在中，这乌鸦不用管他，给他打，他打他的，我猜我的， AD 不来就没关系，他把来逮走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闹够了没有啊？差不多得了，你也闹够了没有？差不多得了。哎呦，真的舒服这一套，打这种高爆发脆皮，真的有一说一。
哎，我说打碎冰，没说打鳄鱼啊！你来掺和什么？这鳄鱼赶紧滚！这波主要在防御塔下，不然可以操作一下啊。就好像这么玩，有点回到那个神话版本那个版本的心思了，有伤害，浓缩率拉满。37的冷却差不多可以，来个蓝 buff， 有个40的 CD 可以。保护忠良。打我掉血吗你啊？把塔拆了再给螳螂杀了，错了，误会，哥，炮弹破我盾了，快跑！这鳄鱼这装备我都不想看他一眼啊，没办法，大象怕老鼠啊。对面这些什么，对吧？狮子、老虎、豹子，我通杀。哎呀，这盾。1600绿甲再加四分之一，刚好2000，哇，舒服。主要攻击力还贼高，快400点了，我磕个药就400点了。那没来吗？怎么又来？你很烦哎！我去哪你就跟我去哪是吧？那个选一些，加个红药，待会儿。
我一不来你们家就没了呀。然后大仙断了，再拉一下，他进不了泉水，立马就死了。他看他主要有大家泉水给他回上去了，其实没那么肉的他。